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Sun 老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书的第59个单元。单元的标题叫做 War and Violence。War 表示的是战争，Violence 表示的是暴力。Violence 它是一个名词词性啊，对应的形容词词性呢，我也给大家写到了旁边，它是 violent。其实啊，校园暴力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这个雅思的写作当中，其实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校园暴力叫做 school violence。School violence。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校园暴力啊，而是整个就是让世界变得不和平的一些因素。首先，我们来看 the job of army， 就在军队里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职业啊。Army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军队的意思，军队、部队。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军队的男人呢，一般来说都会携带着一些枪啊，所以呢，就说 the men are soldiers。Soldier 这个叫做军人 ，soldier 啊叫军人。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那种大兵的那种啊，就片子啊？一般就是这个基础的士兵可能会 soldier， 哎谁谁谁说的非常的有气势啊 ，soldier 叫军人 ，and carrying guns。Guns 就是枪 ，carrying guns 就拿着枪或者带着枪，配枪带枪 carry 啊，他不用 take。不用 take 这个单词啊，不是说 they take the guns， 因为 take 这个小词吧，它有一点感觉没有那么尊重的意思啊。carry 一般都是比较沉的一些物，带着一些比较沉的一些大件儿，可能会用 carry 用的比较多。但 take 呢，就是比如说我 take this pencil， 就好像就是这种轻轻的、没有什么质量感的东西啊，就是 take。那所以对于枪这样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敬畏之心的，所以就是 carry guns。They are member of an army and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 army is to defend their country from attack and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那他们呢，就是部队里边的成员 ，member of an army 部队啊，作为这个部队成员，他们的责任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就是责任。作为他们呢，他们的职责，军人神圣的使命就是保护人民和财产安全，对吧？所以呢 ，defend their country 就为了国家而战斗啊。Defend 叫做防卫、防御。Defend， 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篮球比赛啊？经常就喊的 defend，defend，defend， 那个 defend 指就是防守啊。所以 defend 叫保护、保护、防卫，防卫他们的这个国家。From attacked，defend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就是保护谁不受到什么样的威胁啊。那 and protect the people 啊，就是保护人民 ，protect the people， OK？ 那 defend 和 protect 其实都是相当于防卫的这个动作，但 protect 是有保护的意思。比如说 ，we are going to protect the animal， 我们将来要保护这个动物啊。所以这个 protect 可能是有一种这个可以主动发出 ，defend 是一个被动的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接着我们继续看下一句。Sometimes this means they have to fight the enemy. Fight the enemy 叫做和敌人打仗啊。Fight the enemy. Fight 这个单词叫打架、打仗的意思。Fight the enemy， 但这单词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kill the enemy， kill the enemy 啊，这个 enemy 这个敌人这个单词。A long period of fighting is called a war。那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打架的话，这个叫做战争了啊。War 这个单词还是比较 broad， 就是很宽啊，就是比如说像世界大战 ，the first world war，the first world war 啊，这个叫世界大战。或者呢，看我在旁边写的这个啊，这个 WW1、WW2， 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 World War One、World War Two 哈，就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OK， 然后还有一些战争，比如说 Civil War 文明战争、Independent War 啊独立战争等等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看，说这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年到1918年 ,and during a war,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battles, 在战争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战斗。那正常来说呢，我们应该是战争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词儿，对吧？然后它的下一个叫做 campaign, 这个翻译过来叫做战役啊。每一个战役当中呢，会有不同的这个 fights， 这个 battles 也可以啊。那整个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叫它是一个 fight 或者叫 fighting 吧 ，fighting。OK， 所以这个大家以前有没有经常在祝别人加油的时候用过这个 fighting 这个单词啊？其实，在老外的眼里呢，这个单词就很奇怪，为什么在给别人加油助威的时候要说 fighting？ 那其实这个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一部韩剧当中主人公的一个 slogan 啊，就 fighting。所以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的 natural 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啊，这个、后面给我们区分了这个 violent 和 violence 这两个单词啊。violence 这是一个名词 ，violent 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的是暴力的。比如说北极熊在我们的眼里就是非常暴力的，而且还很笨。Polar bear in humans' eyes is really violent and stupid. 所以 violent and stupid 暴力的，而且还很笨。OK， 好。那暴力袭击叫做 violent attack， attack 这个单词本身就表示的是袭击的意思啊， attacked。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小段子啊。下面的这个小段子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突发了恐怖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来看，它是一个 breaking news。 那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新闻类的话题，大家已经知道 breaking news 叫突发报道，突发新闻啊，突发新闻。 recent bombingbombing 这个单词啊，表示的是爆炸。bomb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炸弹啊。然后当动词讲的时候，爆炸，所以炸弹爆炸，你可以说 bombing 啊，也可以说这个 bomb explode 在这儿啊，这个小词在这儿呢。bomb explode here it is。OK，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 te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injured。killed 叫做伤亡啊，死亡。所以呢，又有十个人死亡，而且呢，有一些人 injured 叫受伤。所以第一句话先表明伤亡情况。When a bomb exploded， 就是当这个炸弹爆炸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个图片啊，感觉还是非常恐怖吧？这个 building 都倒塌了，然后房屋也一变成了废墟啊。好，然后这个爆炸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就是 city center 的意思啊，就是市中心的意思。 The attack happened just before midday。 midday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中午的意思啊，然后中午它其实就等于这个中午十二点。 Before the midday 就是在中午十二点之前突然发生了。 And destroy several building， 那毁坏了很多的 building 叫做建筑物。刚才咱们刚说的啊，这个建筑物被破坏了。 The building was destroyed。 OK 啊，被动语态。The army are now searching the area where the attack took place。 现在军队呢正在搜索这个爆炸发生的这个地点啊。 searching 叫做搜索，然后 attack took place 这个袭击啊发生的地点，take place 表示的是开始。 most of the attacker 就是这个发生恐怖袭击的人啊。Most of the attacker escape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逃走了，所以大多数的这个袭击者已经逃走了。But the army believe they may still be hiding in other part of the city. 他们可能是正在藏匿在城市当中的其他地区，所以 hide 表示的是隐藏， hiding 隐藏藏匿啊。During the attack, one soldier was shot. Shot 这个单词表示的是中弹，其中有一个军人中弹了。And later died. It also appears that another soldier is missing. 还有一个军人失踪了啊，所以失踪哎叫 missing， 然后中弹呢叫做 shot. The number of death 这个叫做死亡人数啊。The number of death 死亡人数 is expected to rise， 就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是一个恐怖袭击啊，恐怖袭击这个单词 terrorist attack 恐怖袭击。那如果说这个组织宣称对这场恐怖袭击负责啊，这个叫做 claim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terrorist claim 啊 ，the terrorist attack。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全部单词。See you next time. Bye.